夫人，夫人，你不走，我先回南京了。我一看武先明那个贼兮兮的模样就生气。也好，你去收拾一下细软，明天我派十个兄弟送你。明天早上天一亮你就走。你看你，你这是干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你哭什么嘛？我不哭，你又说我心里没有你了。我在南京等你回来团圆。陈长官，我老家来了个人，带来这方石料。我搞情报工作用不着土章，所以想给陈长官刻方私章，也不知道该刻什么文字。哦，青田石是我们老家最著名的特产，这是封门青，是青田石中之精品。一两田黄十两金，封门青还远在田黄之上。李副官，这枚石头我不能要，你拿着吧。就算上面不刻什么文字，放在口袋里经常摸索，也能感觉到家乡的山水润泽。我原本还想让处理的魏文书代为着刀呢，他这个人什么都懂，就连金石篆刻他也是内行。魏文书是魏耀阳吗？就是他。他怎么还待在情报处啊？他不愿离开，张处长又不愿意伤冯处长的面子，毕竟他是冯处长的得意门生嘛。都想一团和气，国家利益放在哪儿？你马上去找参谋长，把魏耀阳调出情报处。是。真没想到，这一转眼五位就成了远征军的军人了。哼，还当爸爸了呢。生了个女儿，刚刚满月，说是叫什么清源。又清又圆，那不是萝卜吗？我这个弟弟啊，就是爱死读书，也起不出什么好听的名字来。舅舅，你给孩子取一个吧。你呀、啊，就是太霸道了，你弟弟把名字都起好了，连这个你都要干涉。你其实弟弟呀、啊，一定是也想让舅舅给孩子取个名字的，只不过他怕您不敢说，您就费心取一个呗。就是你不怕我，以后在长官部工作，可不能仗势欺人啊。欺负人是我天生的习惯，还用仗势啊？你弟弟的女儿，就叫她油脂吧。潮起潮落两油脂，我是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像他们的父辈，卷入战争的潮水之中。五油脂，动不动五油他去吧。哎，舅舅，好名字啊！伯伯，进来。陈长官。这么对待魏耀阳，恐怕有失公正了。这人成事不足，
我看不出这人还有什么其他用途。陈长官，我在监狱时，有人策划过一次营救行动，因为事先得到了某个人的暗示，我和李副官才躲过一劫。这件事儿，李副官有没有向你汇报过？汇报过了，他说是你算卦算出来的。那是我一个托词。对于我们搞情报工作来说，对于无关人员，一向都是能不说的时候不说，能胡说的时候胡说。当时我们的局势已经非常危急，几乎到了被暴露边缘。幸亏一个汉奸给我们提出了一种警告。老东西，你个鸟人还敢嘴硬！鸟人，打死你！只是事后查明，是日军十一军特务机关长荒木义雄大佐，他是九头鸟情报组的负责人，也是本战区情报机关最阴险的对手。日本人显然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怀疑到了黄彦上尉，并在一旁窥测。武先明两次骂他是鸟人，这提醒了。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他只是想骂人而已，而你却理解成为暗示。绝对不是巧合，他是有意示警。因为在那次被营救之前，他再一次向我提出了更明确的警告。觉得这饭不好是吧？来，爷赏你根猪尾巴吃，小心点，别把胡子吃嘴里去。猪的尾巴总是摇来摇去的，他扔给我，明显是在暗示我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汉奸是什么人？九三师团情报队长武先明。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武先明是我们的内线？难道是魏耀阳发展的关系？不是，他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他的母亲是日本人，近卫师团长视他如子。他在荆州一带飞扬跋扈，绝不会有什么慈悲心肠。那他为什么要冒险帮你？他是为他自己。这个人一直和九头鸟争权夺势，他绝不会允许九头鸟在他之前抢他的一功。那他为什么不抓你立功？因为他和魏耀阳是黄埔同学，我相信魏耀阳一定用了某种手段威胁，或者达成某种交易，使他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现在魏耀阳就在长官部，我希望陈长官能够当面跟魏耀阳询问内情。不必了，要不是他，你和李副官也不会有这牢狱之灾。慰问说：“冤家路窄呀。”中尉，我现在只是一名勤杂人员。怎么，扔我枪的威风没有了？武林，陈长官让你去他办公室。好，知道了。魏耀阳，我问你，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扔我的枪？上面有委员长的题诗，你不识字吗？跟你说话呢。算了算了，走吧。我跟你说过没有，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那一天，怎么样？中尉，请把你的脚拿开。哦，我是踩错了地方，应该踩在你身上。好了，别让陈长官久等了。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都落魄到这种地步了，还装成风度翩翩的样子？你借了谁的势力这么牛气？什么叫借谁的势力？我从来不干这样的事情。你的意思是说我借了别人的势力是吗？我告诉你，就算我不是陈长官的外甥女，我也照样优秀。
你信吗？应该相信。相信就是相信，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什么叫应该相信？魏耀阳，你好好看看我，有什么理由不信？我在干训班的时候学习过利用女人的优势去引诱敌人，幸亏你跟我是一个阵营的，不然的话，就凭我这张脸，你就抗拒不了。你信不信？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连句话都不敢说呀？如果说你不依靠陈长官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信。如果你说我抗拒不了诱惑，你不过是嘴硬罢了，因为你没法检验结果。没必要检验，因为我心里面有更美的。是吗？让我见识一下。不必了。哎，你说有人比我优秀就不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在吹牛。陈伟，我还有二十几间办公室要打扫。如果你能证明那个人比我优秀，比我漂亮，那二十间我替你打扫。李副官，他好看还是我好看？啊，这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你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更优秀了吧？武林中尉，你这是干什么？冯处长，我正想问你呢，你脱险了，李副官脱险了。我的搭档黄燕呢？她在哪儿？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她还在监狱，应该不会有危险。你又不是日本人的监狱长，怎么知道她没有危险？堂堂战区长官部，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为什么长官都在长官部里，而部下却在牢里？不许胡闹！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要留在这儿，我要回荆州。悠远，老师，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我应该接受的惩罚。我在荆州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可能是我太过于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经验，所以失去了刺杀总天宫最佳的机会。我在想，所谓的经验，是不是因为你有了足够多的失败，但还没有死去？舅舅，你给我安排一下，我要回荆州前线。怎么，不想在长官部过过穿制服的瘾了？我的同伴还穿着囚服呢。可荆州的潜伏点已经暴露，你回去还有什么意义？那我就和长江工作站的人一起战斗。如果你不安排，那我就自己走。什么话？还有没有一点纪律约束？就算你是上将，也不能剥夺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祖国流血作战的权利。可我还是你舅舅。那你更应该支持我。
也好，省得你在我身边被他们都宠坏了。林林，在敌后工作可不能任性，敌人可不像你身边的同僚一样对你忍让。放心吧，舅舅，我也不会让着他们的。我走了。林林，陈长官还有什么训示？林林，你弟弟都当爸爸了，你也找到意中人吧，有人管着你啊，会好一点。舅舅，抗战期间情报人员不准结婚，难道上将的外甥女就可以例外吗？不让结婚也没说不让谈恋爱啊。舅舅，你忘了我的代号是什么？空心菜啊。对，我给自己取的，国难不除，无心恋爱。好了，舅舅，我回去准备了，你要保重身体。您当时为什么没把刺杀总监宫的内幕亲自告诉陈长官呢？那样说起话来分量也重一点啊。陈长官为人谨慎自负，早说无益。一旦总监宫命丧的消息被证实，他自然会来找我。学生不才，连累老师了。不要这么说，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殊途同归而已。冯处长，啊，魏文书还在磨洋工啊？不利，你们俩都在长官部工作，应该是同事。这冤家宜解可不宜结啊。便宜他了，我明天就要回荆州前线了。你真要去啊？我不愿在大树底下乘阴凉，我宁愿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好啊，你还读赤俄作家高尔基的作品，当心被人诟病。管他赤色黄色呢，好看我就读。哎，武林中尉，你稍微等一下，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现在拍我马屁，晚了点吧。冯处长，武林中尉巾帼不让须眉，他一定要返回荆州前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武林，这位是长江工作站的任一鸣，由他负责保护你返回。上尉任一鸣。我是中尉武林。怎么了？我这是借来的军服。李副官，我让你帮我找一个向导，怎么找了个保镖来啊？任一鸣是爆破专家，你可不要以貌取人。什么时候动身？明早。哎呀，那我要回去睡觉了，在荆州鬼子的眼皮底下就没睡过几个安稳觉。哎，等一下，家乡的青田石，一个朋友带来的，送给你吧，带在身上也可以了解思乡之苦。我哪有那么儿女情长啊，不过这块石头我倒可以留着，拿它做个刻章什么的。魏兄，哎，来得正好，魏文书无所不通，你想刻什么就让他帮忙吧。好，当心。你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这支笔就这么金贵，用都不能用，人还长得这么秀气，还说保护我呢，谁保护谁呀？你误会了，任上尉的钢笔多半不是用来写字的。那是用来写什么的？写诗。还是魏兄了解我啊。诗不也是字吗？但起码对任兄来讲，他写字不用墨水写，而是用炸药。这么说
这支笔是一个炸弹。是，拧盖就炸。把这种东西别在身上，走路走得稳吗？哎，你要刻什么字？空心菜。这是我给自己取的代号。嗯，很别致，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它的含义？在抗战胜利之前，我无心个人情感，包括思乡，我是空心的。我的手枪，你不是把它扔了吗？怎么你又捞上来了？根本就没有丢。我亲眼看到你扔的。你亲眼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啊。我的手法快，像变魔术一样的，扔的是我自己的手枪。拿来。什么？你女朋友的照片啊，我替你粘好。不必了，这么细致的活，我怕你没有那个耐心。那算我欠你一个人情，等我胜利的消息吧。保重。我先走了。好。飞兄，嗯，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吧。哎呀，我这手头上还有好多活没干呢。我帮你。行。哎，一鸣，嗯，你身上那支钢笔是不是留给你自己的？魏兄，不瞒你说呀，咱们干情报的难免有失手的时候。听说日本人擅长酷刑，我不确定我到时候可以盯得住，所以我想干脆就不要落到他们手里。哎，一鸣，如果你在荆州遇到什么危险，你可以设法去教堂。教堂？嗯。法国县政府是德国人的傀儡，也是日本人的盟友。这教堂里面的神父是法国人，我的一个朋友。你过去找他，他可以给你提供保护。教堂庇护？这听起来倒像是中世纪的事儿。万施主，您得尽快换个地方。听下山打水的僧人说，近日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山下活动，好像是在监视本寺。来者不怕，怕者不来。我还发愁找不到他们了。方丈，但请放心，就算他们想要不利于我，也没那么容易。这里面水背山，易守难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何况我还带了几个得力的手下。方丈只管放心就是。万施主，你们为救天下苍生脱离苦海所作所为，贫僧由衷敬重，也愿意尽力相助。但此处毕竟是佛门清净之地，最好还是不要刀兵相见。日本人知道对方情报人员的价值，就算他们想动武，多半也是威胁利诱，不会大动干戈，不至于惊扰方丈你。阿弥陀佛，那样最好。若是有人找我，尽管放他们进来就是。张处长，陈长官刚刚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是华中日求种田工已经丧命，不知你那里有没有确凿的情报啊？还没有。冯处长刚刚脱险时，是从长江工作站发回电报，说要去武汉行刺种田工。但种田工身为大将，武汉方面防范森严，冯处长人又回到本部，所以我想多半不会奏效。报告。进来。陈长官，九战区序列长官发来急电。下去吧。是。是
是不是准天公已回到军中，开始策划长沙会战了？如果说是这样，九战区可要面临一场恶战。陈长官明鉴，荆州方面日军已经进入高度戒备，多半是策应长沙会战。薛长官的电文只有九个字：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听上去倒像是花前月下，这好像是宋人张先的诗句。荣天公定以毙命。陈长官为何下此定论？薛不灵的这九个字看似吟风唱月，实则是一语双关呢。所谓花不尽月无穷，指的是他不再为粮饷不济而担心。至于两心同嘛，指的是这事儿对六九两战区都是喜事儿。张先是我的浙江老乡，薛伯陵引用他的词与我玩笑，足见其心情之好，兴致之高啊。可就在不久前，他还因为冯李两人的失踪，有可能导致九战区军机外泄，在委员长那儿和我打起了笔墨官司。试想一下，如果种田不出，他哪有这般雅兴啊？陈长官，参座，重要情报：长江工作站发来急电，种田公身亡，荆州日军正准备接收他的遗骨。好啊，好，种田公之死，真是个大好消息。好，哎，死亡原因是什么？尚不知情，只有失察之过，请陈长官责罚。你对六战区的情报工作不熟悉，不必指责。李副官，去把冯唐找来。是。冯唐这人还真是耳目灵通啊！种田公这个战中狂人一死，给我们和九战区都减轻了不少压力。张处长，依你所见，谁最有可能来接替种田公呢？毫无疑问，定是九十三师团师团长靳美立上。此人无论从资历还是军功上，都是目前华中日军中的佼佼者。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日本天皇的表亲。你怎么来了？这荆州出了那么大的事情，我能不来看看吗？这水浑了才好摸鱼啊！我来看看有什么便宜可捡呢。那好吧，我还有重要的事儿，你还住那间客栈吧，在客栈等我。这眼下街上不太平，我呀还是在你这儿躲一躲吧。不，绝不可能是近卫立胜接任军长。为什么？日本军部近日好战者陈骁身上，近卫谨慎用兵，绝不会得到重用。那么以冯处长的高见，谁后来接任军长呢？关东军进里地点未受挫折，眼下苏俄军队正在欧洲与德国人进行苦战，他已无暇顾及远东之事，所以关东军的头领一个个目空无人。种田公接任军长还不到半年，他没有时间来炫耀自己的武力。华中日军自他上任以来，战局一直没有进一步发展，已经深受日本军方的责难，所以日军大本营很可能会从关东军里抽调一人入关，接替他的职务。那会是谁？我分析过，横山勇中彩的几率最高。就是那个来自日本福岛、出身渔民的家伙。对。你们对种田公之死有什么看法？最近我们没有部署过对种田公的刺杀手。冯处长说在武汉留下，据我所知，种田公回南京后一直未归，所以依我判断，多半是因病暴毙。你怎么看？我同意张处长的分析。忙你们的去吧。冯处长，你给我来一下。可以说了吗？
总天宫不是生病死亡，他是在乘飞机返回武汉途中被第五战区的部队击落后当场毙命。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有击落总天宫的报告。这么大的战机应该通报全国的。请参谋长回忆一下，四天之前友邻战区的战况通报中有没有击落一架日军飞机的消息？好像有，武战区曾经在大别山地区击落过一架日机，难道那就是种田宫的座机？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那是我和有关的情报人员共同策划的攻击，我把种田宫座机的飞行时间和路线亲自通过秘密渠道转给了第五战区的有关部队，但是为了保护情报的来源，我在情报中没有说明那是种田宫的座机。击落种田座机的是驻大别山区桂系莫德红部48军138师412团3营9连。不可能，412团又不是高射炮团，怎么能击落飞机啊？只一开始也想利用高炮部队，但是种田座机的航线布置得十分巧妙，他避开了我军所有的高炮阵地，所以只好另想办法。C 二团虽然不是高炮部队，但是他的防地正好在他的航线之下，而且地处海拔较高的山顶，日本飞行员知道那一带没有高炮阵地，所以必定马匹大意。同时他为了节省燃料，不可能将飞机飞到上线，这样正处于重机枪的射程之内，所以直让该团布置了8挺重机枪形成密集阵型，当种田座机进入射程之后，所有机枪一起开火，密集火力威力无比，种田宫的座机猝不及防，所以难逃此劫。四一二团是李宗仁的部下，陈长官可以请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协助核查一下该团在发起攻击之前是否收到过我的绝密情报。参谋长阁下，种田军长临走之前曾经授权于我，必要时可以调动皇军各兵种对敌方情报人员予以毁灭性打击。现在机会来了，我需要皇军炮兵、骑兵协同支援，请参谋长下令。好，我这就给有关部队打电话。多谢参谋长。又和日本人穿连裆裤啊？和谁打冤家？连炮都用上了。搞个演习嘛。我倒是想和大姐你穿一条裤子，你不愿意。想得美。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除非我养的锦鲤呀，从红的变成黑的。喂，武军，我是炮兵连队长川口大佐，藤井参谋长命令我协助你行动。川口大佐你好，我需要一个炮兵小队，作战地点在悬空寺。明白了。陈长官，我已经查过了，友军四幺二团在发起攻击之前确实接到冯处长的确切情报。冯处长，你为国家立了大功，我要褒奖你。陈长官，我要求立刻恢复我的工作。让张处长回军法处，冯处长即可复职。是。我还有一个要求。魏耀阳。对。吴队长，我是骑兵中队长渡边振龙，藤井参谋长命令我配合你行动。渡边少佐，你带了多少人马？一个骑兵中队。好，马上行动。吴队长，金卫师团长回来了，命令你立刻前往城门迎接。吴本军，我有紧急公务。师团长迎接种田军长遗骸返回，再三命令所有高级军官都必须前往。渡边少佐，请你带齐你所有人马，把悬空寺周围的出路都包围起来，只许进不许出，等我的命令做下一步行动。嗨。是否可有另外的下山路径？怎么，施主要走？为了及时要下山一趟，
四前好像日本人封锁，这还有一条小路。那好，万书记长，今儿您怎么有空来上香啊？胡大姐，您怎么会在这儿？我也是来上香的。哎，既然来了，你干嘛不多待几天啊？我还有事儿。这多大的事儿都应该放一放了。我刚从山下被堵回来了，那日本人说了，这山啊只许进不让出。你胡大姐手眼通天，带一个人下山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这办法倒是有，不过风险可是不小啊。胡大姐，你就开个价码吧。方丈，那还得请你配合，帮我置办一点物件。贫僧愿意相助。天君塔，您的部下迎接您的英灵重返驻地。今天，您就暂时住在这荆州城门之上，待到明天功绩完毕，我将亲自护送您到武汉，在那里乘飞机返回故土。中天君差，对不起，让你想好了，我知道你不希望眼泪，你唯一希望的最好祭祀品就是敌人的鲜血。不，你要对种田军长的玉碎负责任。对，我有责任。长官部命令，你即刻恢复文书职务，返回情报处任职。是。石团长，你真的要杀武先明，祭奠种田军长？他说他死也要死个明白，他要见你。你和他说，他辜负了我的希望，这个人我不想见。可是他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不知好歹，连种田军长的狗都知道他不是坏人。We'll be right back.
做。